这你也会啊？没点绝活，怎么在江湖上混呢？你这么可爱，一点都不像在外面混的。把手伸出来，那只。啊！哎哎哎！得得得得得！可爱吗？可爱可爱可爱！啊！还可爱！你手劲太大了，你一点都不像你啊！疼吗？ 啊，疼疼疼疼疼疼疼啊！疼啊！那说明你有毛病。抓虎口这招是因为我小时候老挨欺负，跟我外公学的。我外公是个老中医，我爸也是老中医。我爸用一味中药的名字给我起的名，半夏，你懂吗？生半夏，毒。嗯。 环境造人，环境逼人，没有选择。如果你换成是我，估计你连九年义务教育都完不成。